中国耗时二十年建起一座城市，距印度仅七十公里。印媒威胁，赶住人就开战。中国回了一句话，印度气疯了。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若提到我国气候极为恶劣且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那么西藏阿里绝对榜上有名。 而多年来，随着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原本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也逐渐改变了被人谈之色变的现象。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狮泉河镇，可以说是所有游客眼中的一块宝地。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城镇之一的它，如今已然成为了环线旅游者的补给站。但鲜为人知的是，如今备受青睐的狮泉河镇之前的荒芜景象，一度令人瞠目结舌。 包括当初国家决定对此地区进行建设时，也曾引起国民的极大疑惑。那么，如今的狮泉河镇究竟有着怎样的建造过往？国家大力对其进行规划的具体缘由又是哪些呢？二十年前的狮泉河镇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边陲小镇，它的荒凉程度一度掩盖自身所具备的优越位置和发展潜力，由此让很多有识之士难以下定决心发展这片无人区。 而发源于冈底斯山西北路的狮泉河同样备受国人的关注，因为它的整体形象神似一个狮子口，而河水就从口中源源不断的涌出。当年虽坐落在荒野之地，却恰恰造就了它的神秘。但是狮泉河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沙漠城，曾经那里茫茫的红柳可以淹没所有牲畜群，遮天蔽日的风沙也能够遮蔽所有的建筑物，这都是影响居民生产生活的最大现实因素。 且在六十年代以前，阿里地区可以说是灌木丛生之地，大片的红柳和锦鸡儿仅仅将其包围。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无数人对此地避之不及。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西南边疆区域在格局中逐渐呈现出重要的战略意义，强边工作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边疆安全以及未来的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且国力稳定以后。 阿里地区虽然随着新的政策逐渐有牧民开始从事农牧业，可无奈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能源方面的缺少，始终让该地区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但是在我国各方面大迈步之时，并没有落下这个边穷地区。一九六六年，阿里地区的首府和整个行政中心都接连搬迁到了噶尔境内，由此狮泉河镇才逐渐被建成。值得一提的是。 狮泉河镇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身处噶尔县北部，东和格吉县相邻，西面又接印控克什米尔。行政区域面积一度达到一千零四十二平方千米。它的自然资源同样十分丰富。据探测，狮泉河镇地下有着大量的硫、金、铜、石膏等矿藏，包括杨树和柳树在内的树木资源同样十分丰富。实则从一九六五年开始。 从新疆赶来的建筑队就在狮泉河北岸大张阔斧的进行了建设，主要就是尝试搭建一架横跨狮泉河的大桥，唯有如此才能够推进接下来的建造计划。都说万事开头难，自从建设者们投入到这片荒无人烟之地后，便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手段，步步创造了一段奇迹。而根据后来的结果来看，他们的付出是值得且具有重大意义的。 平均海拔高达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阿里地区，一直有着“世界屋脊”的屋脊的称号。作为西藏阿里地区首府的狮泉河镇，算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城镇之一了。而现在，如若走到狮泉河镇的街头，时常会听见人们说起“想不到”三个字。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狮泉河镇的整体面貌早已今非昔比，成为了众人眼中现代化建设的代表。 可是，当回顾狮泉河镇的发展初期及走过的历程时，每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对此地建设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恶劣的地理环境。可明知这是一条崎岖的征途，我国也并未选择放弃。自从狮泉河镇被决定建造以后，建设者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基础设施缺乏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从哪方面入手，都是从零开始。为此，我国再次秉承了一个真理：要想富，先修路。 起初修路变成了一个大工程。阿里地区和别处不同，纵然其他地区在落后，但最起码能够保证有一条通往现代化城市的道路。可是阿里却并非如此，面对窘境，建设者们只得一点一点向外延伸，打通了与外界交流的途径以后，面临的则是解决能源问题。如果想要让一个地方长久的留住人，生活起居上给予充足的供应，将是重中之重的举措。 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力发电厂、太阳能发电厂等一系列重大设施，在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上逐渐被建造起来，直至如今，狮泉河镇成为了极为繁华的代名词。要知道，在建造初期，整个地区的居民加起来还没有五百人，甚至很多居民的饮用水还皆取自于河里，因此今昔对比之下，又岂能不让人时常感叹“想不到”三个字呢？着眼于当下。 施泉河镇农牧民的生活日日向好。二零一九年，营业面积超过五十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就一度超过六十多家，成为了阿里当之无愧的门面代表。到今年八月份，原本不受人待见的施泉河镇，已经管辖了三个社区和一个行政村。据二零二零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施泉河镇由原来的荒无人烟，逐渐变成了常住人口多达两万四千一百一十二人的乐观局面。 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狮泉河镇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自从二零一一年以后，各大中小学相继被成立，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一度高达百分之一百。包括随着狮泉河镇的发展，校内教师也从原先的两位数呈现出了翻倍增长。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动教育事业，这或许也正是狮泉河镇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率接连达到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原因所在。 二零二二年二月，狮泉河镇入选了西藏文明建设示范乡镇的公示名单。任谁也不会想到，原本一个荒芜之地，如今竟会呈现出如此繁华的景象。可是当年面对国家如此费心费力的对一个荒无人烟之地进行建造，且看似并没有多少实际性的价值，就算发展好，又能惠及何人呢？这是起初很多国人心中的想法。而若论及国家明知建造任务困难， 却依然执着对其改造的最大原因，恐怕还得着眼于狮泉河镇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且与印度方面也息息相关。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个重要的发展战略不仅仅是当下提出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且对整体国力不断提升之时，我国领导人就深深明白，稳藏将是一个国家未来平安发展的基础。如今被看作是高原上一颗明珠的狮泉河镇。 其身份不仅仅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最重要的是，它也是中印边境战略当中的一个重要地点。西藏地区北面和新疆相近，往南则紧紧挨着印度等地区，甚至它与印度之间的距离还不足一百公里。当年这个战略要地虽然位置偏远且荒凉，但所存在的价值却不可小觑。最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九五零年一月，印度就宣布成立了共和国。 同时还声势浩大的加入了英联邦，可是那时的印度面对中国的态度可不甚友好。最明显的就是当年印度和少数分裂分子相同，想方设法的在支持西藏独立，妄想在国民党政权走下历史舞台之时，彻底的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爆发的驱汉事件，就与分裂行动息息相关，甚至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分裂分子。 还策划了一系列让西藏独立的援助策略，印度方面在当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哪怕一九五零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指责此种行为后，印方依然我行我素。在其他国家停止分裂行为以后，印度却秘密接待了我国认定的非法使团。面对印度等国家的虎视眈眈，我国只得做出进军西藏的决策，以此来彻底粉碎外国势力制造的独立阴谋。 一九五零年十月爆发的昌都战役，就极大震慑了藏独势力。一年以后，在炮火的推动之下，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至此以后，西藏得以和平解放，但同时也暴露了中印之间的种种矛盾。最明显的就是领土问题。印度在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就霸道的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我方固有领土。 甚至一度呈现出不断将边界向北推进的态势。不可否认，西藏独立之后，印度分裂中国的企图的确没有之前那么明目张胆了。可这也仅仅呈现在形式主义之上，妄想侵占别国领土的野心，印方自始至终未曾彻底放下。所以，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西藏地区的所有疆土都是我国重点守护对象。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狮泉河镇也不例外。 毕竟，它与印度之间的距离极近，尤其是当年它的荒凉情况一度让人望而却步。久而久之，谁也不能保证印方不会出手将此地收入囊中。若不提前建设规划，恐怕又得闹出领土争夺战了。同时，对狮泉河镇这个无人区进行建设，也体现着我国的领土意识。事实证明，中方未雨绸缪的做法完全适合国情，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抛去领土意识不谈。 另外一个推动中方大力建造城市的原因，还得归结到人民身上。毕竟边地地区居民和戍边战士的日常生活保障也得落到实处。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我将用生命来守护。这句话是一群伟大的群体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就是宁愿丢掉自己性命，也不会让祖国失去半寸土地的戍边将士。犹记一九五零年，我国有这样一支被人称赞的部队。 在群众看来，他们本领过硬，最能吃苦，也最善恶战。他们就是担负起从新疆进军西藏任务的先遣连。人民的队伍到藏北，赶走帝国主义势力。这是先遣连内的英雄李迪三在进军西藏时写下的《挺进歌》，字字句句都表达着为了祖国统一所展露出的决心和坚定意志。要知道，为了祖国和人民，当年这些人民战士在狂风中站立，在暴雪中行走。 高险的地势、恶劣的气候和难以窥见的前景，实则都是阻挡他们报效祖国、坚定决心的因素。尤其是冬天的藏西北高原，物资的补给就时常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断绝，缺医少药的困境更让人民战士的死亡人数与日俱增。据报道，当年先遣连一天内就举办了十一场葬礼，这无疑是一个悲痛的数字。人民战士为了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 与恶劣的气候作战，与折磨人的病痛做斗争。可是他们誓死认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像钢铁一样扎根在阿里大地。让人悲痛的是，先遣连最终完成挺进任务后，一共有六十三条生命永远躺在了高原上。如今，他们全都走进了狮泉河畔的阿里烈士陵园内，而恰恰狮泉河烈士陵园坐北朝南，同时它也俯瞰着整个狮泉河镇。 当年六十三名先遣连烈士誓死守卫的荒凉疆土，在他们的注视之下，已经成为了一片繁华之地。当年因为戍边条件的恶劣，让很多有志之士没能迎来祖国强大且繁荣并行的一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那些蛮荒之地逐渐改变了原先的面貌，成为了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当年狮泉河镇虽然人烟稀少，但哪怕有一人居住，中方也不会对其就此放弃。 凡事都要迈出第一步，也正是勇于去开拓，才让狮泉河镇成为了数万人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虽然狮泉河镇由荒凉到如今繁华的转变过程是不易的，可自身具备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它的崛起实则也是整个西藏地区步步走向强盛局面的缩影。或许狮泉河镇人民的收入不是最高的，但他们的幸福生活指数却是最令人瞩目的。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之下，逐一打开幸福大门，这是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必然会呈现出的向好趋势。治国先治边，放在当下治边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守护了，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凭借综合国力，不遗余力的去改变那些荒凉之地。中国国土虽大，但只要肯坐定，会让繁华汇集到每一寸土地。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